刚刚那就是要打进去想给你们看。其实我有点忘记我这些经常讲到哪里了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连经常的排行榜一起讲一下。还有坐骑耶，这不公平啊！我坐骑掉不起赢啊，看我给你搞混。哎呦，我们很有赢的层面呢，我觉得。哈。还有坐骑。那就是那个。好，经常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是谁？是我们的艳红啊，艳红。今天终于先停在这边好了。可能我再抓一个人出来讲。哎，昨天要讲那个冰狗怎么讲话不见了？冰狗游乐我觉得也蛮 Q 的啦。哎，那我觉得是可以，其实是可以吃点草的。你看冰狗游乐里面有一些感觉还没讲过的东西啊，它就是琥珀。这个是什么 ？OK， 谁要聊一下？轩轩是吗？那杯子很漂亮啊。